只和你能聊一整夜，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？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。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？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？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，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。又答一声出口，你就能。